接下来的测验呢是听力测验的第二个部分，对话测验。它的选项呢总共有三个，听完了之后呢，你在选项里头去圈选它的正确答案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的第一题。阿妹，我想要去打天童好吗？你敢去皮球的宫下很多？请问阿妹该是四海娘班？一，反对。二，没意见。三，战勋。妈妈，我想要去打电动，可以吗？你敢去，皮就要绷紧一点。请问妈妈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她的答案选项有一反对，二没有意见，三赞成。她的答案就是反对的。现在来听听看第二题。你该干嘛卖好吗？喊地俩托我。请问什么要卖到干嘛吗？一忙卖好。二卖好嘞。三卖唔到。你的橘子买好了没有？还在这里挑哦。女孩子，她已经买到了橘子了没？她的答案就是忙卖好。我们来看第三题。今本已改啦嘞，收咗十个来天收取。哈，喊来帮我，按麻烦你自家去。请问什么人系爱去嘛改？一、二、改二、三、二。今天的已经够了，收走，明天呢再过来帮忙烧哦。男生就说：“啊，还要拔哦，这么麻烦，你自己杀啦。”请问女生她是说要杀什么东西呢？想要拔毛，那当然就是有毛的东西，所以她的答案是“改哦”。你超累吗 ？PCT。阿妹，我俩分少水，爱多问阿公洗面。哦，俺晓得。当个的对话。下辈乃着先行长草。一，来儿 and 阿妹。二，阿妹按哪来儿？三，阿妹娘来儿。妈妈，我这一盆热水呢，要端给爷爷洗脸。哦，这么棒，这么懂事啊！上面的对话，下面哪一个选项是对的呢？答案是好，妈妈夸奖儿子。第五题，都需要嘞，好病了吗？忙哦，赵新出门长毛急救，请问两下是哪个时间？一上昼，二中昼，三下昼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。肚子饿了，可以放假了没？忙哦，还没哦。赵鑫早上出门才没多久而已哦。请问现在呢是什么时候？答案就是上午。你出来吗？第六题。因为你按到不知道电价结构长就好事。算了，转来去是下场。请问，这趟对话有可能发生在哪位？一、穿堂；二、不下；三、公然。哦，因为怎么会？人这么的多，不知道要等多久才会有可以吃呢？算了，回去吃比较好。请问这一段话呢，有可能是发生在哪里？还要回去吃会比较好的话，那答案就是串烫。第七题，该间饭店该泡菜煮肚汤已有名。
该你奶奶土爱到去学好么？当个个对话，下辈乃只先锋长出。一，记得当地个学；二，记得学过嘞；三，记得上爱去学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题目。那一间饭店的咸菜猪肚汤很有名哦，那你哪一天带我去吃好吗？上面的对话，下面哪一个选项才是对的呢？答案就是他们呢很想去吃。提不提？当就是嘛该。连半年抢三年，皮都就会咬出来了。请问福音家的意思是什么？一，没相信；二，很想不人强；三，不平嘞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题目：中午的时候要吃什么呢？连续给人家请了三天啊，闻到那个味道就想要吐出来了哟。好，请问。这个布道人家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好，第一个是不想吃，第二个是还想要给人家请，第三个是生病了。然后他的答案当然就是不想吃，没想吃。提求提。俺没有去美国了，转吗？还是讲聊到五里后转。请问福音家家无有转吗？一转嘞，二忙转，三长转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题目：你的女儿去美国玩回来了吗？还用说，玩到不知道好回来呢。请问这个妇道人家他的女儿回来了没有？第一个回来了。第二个还没回来，第三个正在回来，答案就是还没回来，忙转。提示题：你敢地哪位出街翁里最有名？我到墙下来上名查看啊。当个个对话，下辈哪只先锋最有可能？一，记得地；二，记得唔地。三，谁来而地？好，题目是：你知道哪里的凤梨是最有名的吗？我们一起来上网查查看呐、啊。上面的对话，下面哪一个选项才是最有可能的呢？他们知道，他们不知道，男孩子知道，答案是什么呢？他们怎么了？他们不知道，记得我们的提示别提。你用错唔系喏，我是铁道差嘞。请问哪门人马个年运错唔系？一像乌石，二像乌鸟，三像水木。你用错唔系喏，你怎么坐不住呢？我是太多茶了，我喝太多茶了。请问男孩子为什么会坐不住呢？他的答案有：一想屙屎，二想屙尿，三想睡觉。因为他喝了太多茶，所以他的答案呢就是想屙尿。第十二题，阿文。你哪有长爱开始读书？我是下册就是书房。请问哪个几时爱开始读书？一等下，二改下，三跳下。好，他的题目是：阿文，你什么时候才要开始读书啊？我喝一下茶就去书房。请问男孩子到底是什么时候才要开始读书呢？一个是等一下，第二个是那个时候，第三个是刚才。
所以他正要去读书，而且他还要去喝个茶，所以呢，他就是等一下再去等下 ，sip some tea。伢爸老爱穷穷，唔好食啥呢？爱弟啊，你买不爱食就好嘞。强问，马英亲就可能好食啥呢？一来哦，你阿爸。三阿妹，我们来看一下题目。你的爸爸和我一样不喜欢吃芒果。我知道啊，你买给我吃就好了。请问什么人很有可能喜欢吃芒果呢？当然就是体育家莱尔。好 ，T ship city， 阿公。我爱系统和武汉打天通。家爸家妹有通知吗？请问阿公很顺呢，爱用办。一爱地礼貌，二爱地三忙，三爱有性格。你好，孔爷好，提莫。爷爷，我要去我的同学家打电动。他的爸爸、他的妈妈有同意吗？请问爷爷是跟孙子说要怎么样呢？选项有：一要知道礼貌，二要知道努力，三要知道性格要有性格。好，他的答案应该就是这样，因为说他的家人有没有同意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为弟弟毛。是五题。我卡阿摩汉，你头先就是哪位？我是远方两千。请问什么人是远方吗？是芒肉汉好戏。二掌声爱戏。三戏转来嘞。家里呢这么忙，你刚才去了哪里？我去银行领钱呢。请问女孩子她去银行了没？因为她去银行领钱呢，是刚才，所以呢，她的答案是去回来了。第一个选项是还没有空好去，第二个是正想去，第三个是去回来了。题十六题。来来来，切加烟五十四二，你先说。唔怕唔怕，等住下。等哥嘅对话。下辈乃则先行长错。一，谁莫要先说；二，谁来要先说；三，大家穷下说。来来来，自己人，不用客气，你先吃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等一下。上面的对话，下面哪一个选项才是对的呢？第一个是女孩子先吃，第二个是男孩子先吃，第三个是大家一起吃。所以呢，女生有说“嗯怕嗯怕”等一下，她的意思就是三抬价穷哈些。十七题。妈，我是工人做宝可梦。俺阿妹，你敢去出去看啊？请问阿妹个意思是讲样板？一，很机械戏；二，做唔得戏；三，去吃看呐。妈，我去公园抓宝可梦哦。太晚了，你敢去就试试看啊！请问妈妈的意思是在说什么呢？一，叫他赶快去；第二。不可以去。第三，去试试看啊。那他妈妈的意思当然就是不可以去，因为他有威吓他。提十八题。阿福伯，强势者，你会去吗？没哦，我会看篮球比赛哦。请问篮球比赛乃是转播？一，按步跳；二，下脚跳；三，照心跳。
阿福伯呢，请吃晚餐。你要去吗？不要哦，我要看篮球比赛哦。请问篮球比赛是什么时候转播呢？它的选项有晚上、下午、三、早上。那是吃晚餐的时间，所以它答案是 on hotel。是 beauty。做乜嘅阿花两公婆会暗下惊外甥啊？因为记得屋卡冇声音呢。当个嘅对话系讲阿花记得屋卡娘班。是，就叫买啊。你就叫来啊。三，冇来啊，冇买啊。为什么阿华的两夫妻呢会这么疼他的外甥呢？因为他们家里呢没有小孩子。上面的对话是说阿华他们家怎么样了呢？选项一，有生女儿；二，有生男孩儿子；三，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。那因为他很疼，是因为他们家里面没有小孩，当然就是三。莫来儿，莫买儿，你是 T。阿妹，你有看到所当过的动物吗？是啊，妹胖胖，在所当过走上走下，请等一下。请问记得看到的是什么动物？一、二、三。好，第一个图呢是跑妹厨，第二个图呢是熊猫，第三个图呢是无尾熊。那我看一下题目，阿美，你有看到树上呢的动物吗？有啊，尾巴呢蓬松蓬松的，在树上呢跑来跑去，走来走去，很可爱。那么请问他们看到的动物是什么？那他们看到的动物当然就是第一个松鼠，你是不是听？也是赵先生是财人责任，当次哦。好啊，我爱买转去煮汤。请问什么人最有可能买某个东西？一、二、浮卦；三、翻书。这个呢是早上才去菜园摘的哦，荡气很新鲜哦。好啊，我要买回去煮汤。请问女孩子最有可能买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它的选项有一是鱼，二是苦瓜，三是番薯。那因为呢她要买回去煮汤，然后又很新鲜，那当然就是苦瓜咯。听你是谜题。唐公，佮你阿伯考试考得唔好，难怪哦。我看佮考试前还当一个教授机。请问俩两三讲个音用办？一，莫认真；二，轻三忙；三，运气差。听说他这一次考试考得不好。难怪哦，我看他考试前呢就正在那边玩手机呀。请问这两个人讲的人他怎么了？答案有第一，没有认真；第二，很努力；第三，运气差。因为呢他考试前还在玩手机，当然就会没认真。听你是什么题？我复习台的时间是两杯青草茶就好嘞。安就好，我未爱来是两杯。请问什么又是乜嘅意思？一，懊恼机；二，伤心机；三，唔心机。我呢，通常火气很大的时候，我会喝两杯青草茶就好了。
那么有效啊，那我也要来喝两杯。请问女孩子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夸奖她，相信她；第三个，不相信她，因为呢，她很想也跟着喝两杯，所以她相信她，她相信她了。听音是试听。你该在暗天是才喊第人想呢？什么你暗会恶呢？请问那么人去到了什么有娘半心？日好是天改，你在共某天三一会共会。你的嘴巴好甜哦，怎么会讲话？是才憨的一下实在是很得人疼啊，谢谢你这么会夸奖。 Oh no 呢就是夸奖。请问呢，男孩子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样呢？一，好是甜的，喜欢吃甜的。二，嘴讲不停，嘴巴一直讲一直讲讲不停。三，日会讲不，就是很会说话，因为呢他有谢谢他这么会夸奖他，所以他的答案是日会讲不。三，你是五题。阿明说：“俺做就吃上茶看灯，爱做么解？你看爱彩蓝挂灯，喊的爱爱去奈嘿。”请问阿明说：“可能是爱去做么解？”日去买菜，二去润通，三去上茶。阿明嫂，这么早你就牵着脚踏车？要做什么呢？你看我菜篮挂着，还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哈。请问阿明嫂可能是要去做什么呢？她的选项：第一个去买菜，第二个去运动，第三个去修理车子。那因为呢，她车子挂着菜篮子，所以她要去卖菜，去卖菜。听你是六题。按走是帮忙。还忙呢，穷下来是啦。请问该两三爱穷下去做嘛该？一是酒，二是照，三是渣。这么早，吃饱了吗？吃饱吗？还忙呢，还没有哦，可以一起去吃啊。好，请问那两个人要一起去做什么呢？选项有一是酒吃午餐，二是照吃早餐，三是啊吃晚餐。因为呢和按走，所以呢他是是照吃早餐。你是七题。阿 Q， 你改身体不松松是吗？是啊，见白天时日变，露尽头就卡起来。请问阿曲的身体怎么办？日一肉，二一钱，三一杂。阿菊，你的身体不舒服是吗？是啊，每一次天气一转变的时候，老毛病就犯了。请问阿菊的意思，他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呢？第一个呢是很弱的意思，第二个呢日前很健壮，日早就是很壮。那因为他的身体不太舒服，有点弱，非常的软弱。你是八题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去看台戏。不过我怕怕孙呢自家的不卡。请问阿婆的心情怎么办？是唔判得，二唔感言，三唔渡河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赶快来去看戏剧。不过我怕我的孙子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哦。请问现在奶奶的心情是怎么样呢？第一个是嗯，盼的舍不得。
第二个不甘愿，第三个很不凑巧。那因为呢，奶奶很担心她的孙子，所以她的答案就是嗯，很的舍不得。你是 Beauty， 我的店是好串，阿芳你呢？老你穷人。请问阿芳的意思是用办？日，我的店是好串。你没想我是盘。三，是偏入改盘。我要点一号餐，阿芳，你呢？老你穷人和你一样啦。请问阿芳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第一个选项是要点一号餐，第二个呢不想要吃饭，第三个是吃朋友的饭。因为他要和他一样，所以呢他要点的也是一号餐。题三是题。我看你气就不是。你会干苦是吗？我穿不二老爸贵热而走偏手。请问谁来的你会痛？一肚脐，二腰骨，三脚骨。我看你呢，站就站不住哦，是哪里不舒服是吗？我昨天晚上哦，整个晚上呢拉肚子，跪啦就偏烧，整个晚上呢都一直往厕所里面跑。那请问男生呢，他是哪里痛？第一个肚脐肚子，第二个绕过腰，第三个就过脚。那因为呢他一直拉肚子，所以他的答案就是肚脐痛一。三十一题。阿金，你让我复活谁来？我会拿当个解数。我生意不好对下来哦。请问，去向阿金夫人的某个东西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第一个选项呢是等呢椅子。第二个选项呢是 toy 梯子，第三个选项是竹子竹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题目。阿英，你帮我扶好来哦，我要拿上面的书，要小心不要掉下来哦。请问男生呢叫阿英扶着的是什么东西呢？那因为他要拿上面的书，所以他又必须要用梯子才能够爬得上去，比较安全。所以答案是泥土哟。三十二题。等按球，查尔哈忙来，怕系慢分嘞。如何穿穿查尔，看来怕系食查哦。请问记得爱坐哪种交通工具？一火车。二客运，三车运。等这么久的车子呢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来，恐怕是慢分咯。路上呢这么多车，看来应该是塞车咯。请问他们要坐的是哪一种交通工具？选项有第一个火车，第二个客运，第三个捷运。那因为呢车子呢等了很久，那当然就是客运客运哦。三十三题。阿芳，今天你做到安静我去哪？阿公叔头心口我来搬去墙。请问阿芳爱做乜嘅？一抢银行，二去食酒，三看阿 Q。阿芳，今天呢穿得这么漂亮，要去哪？阿光叔今天娶媳妇，要去给他请。
好，请问阿芳呢？他是要去做什么呢？选项第一个，强音哈，请客人；第二个，喜是酒，就是去喝喜酒。嗯，第三个，狂阿 Q 就是去看舅舅了。那因为呢，阿芳呢，他穿得很漂亮，那是因为阿光叔娶媳妇，所以呢，他就是去喜酒。三是喜提，俺都是哦，用办那呢。该就读起来呐！强末，几爱用到马个东西？一、十个；二、上个；三、台个。这么多书要怎么拿呢？那就把它绑起来拿啊！强末，记得要用到什么东西？一绳子，扫个泥箱子，像个上腿儿袋子。那因为呢，他要把它绑起来，所以呢，他要用到的是扫个绳子。三十五题，头家一碗米粉对了不行。第八七家亲妇有错，等下就来的。请问。两团对话在哪位谈得到？一茶火店，二米店，三面店。老板，一碗米粉在这里吃哦，里面自己找个位置坐，等一下就来了。请问这段话是在哪里？可以听得到呢。第一个选项杂货店，第二个是米店，第三个呢是面店。好，面店，所以呢，它的答案就是在面店，面店里面吃得到的。三十六题，两差如何？今半夜你听错，而送到银行收红去。头家娘，爱弟，你放心。请问，谁来人是做乜嘅偷路嘅？一送信儿嘅，二种油儿嘅，三送货嘅。这一车的柚子，今天你一定要送到客人的手边去哦。老板娘，我知道，请你放心。请问？男孩子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的人呢？第一个选项是送信的，第二个选项是种柚子的，第三个选项是送货的。在这一个题目里面呢，他是送到，因为他给收行去，所以他是一个送货的。题三十七题，我听不到嘞，来了解下怎做的。高行就好了，头前有一张凉亭。请问记得这该做什么？一走对哦，二切散，三行去。我跟不上了，要休息一下才可以。再走一段，前面有一个凉亭。好，请问他们现在是在做什么呢？所以呢，他的选项第一个是走对哦，就是赛跑；第二个铁扇爬山；第三个 hunky 下象棋。因为呢，给我狗 hunka 哈要用脚走的，所以呢，他是铁扇。上去八梯。先生，我给铁楼时打不出来。娘为阿娘，爱吃欠款呐。请问可能是麦芥坏脱嘞？一挖出，二淹没，三填潘。信上就是老师，我的电脑的字哦打不出来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是按按看。强某呢？这可能是什么东西坏掉了？一滑鼠外出，
你人木银木上键盘键盘，你会记上来填了的时候打出来又打不出来，而该求是键盘。三十九题。两个人入睡，两点钟点一摆，我记得咯。好，爱的，什么意？枪门，西来尔个平是困难课。一，内课；二，骨课；三，眼课。这一罐药水呢，要两个钟头点一次，要记得哦。好，我知道，谢谢你。请问男孩子的病是要看哪一科呢？一内科，二骨科，三眼科。那当然呢，因为叫两点钟点一摆，那么就是入睡啊，个点嘛个点目珠，所以很难考。四十题。咦，你今不念用强加呢？我是依然看我长出世界模样啊。枪门，那么你今不你做嘛改模上班？一，家模又不平嘞；二，家路没强嘞；三，家不娘强嘞。咦，你今天怎么请假呢？我去医院看我才出生的女儿啊。请问男孩子今天是呢为什么会没有上班？第一个是他的女儿生病了，他的妹妹生了，第三个他的老婆生了，因为他要看他刚出生的母儿，就是他的老婆生啦，所以呢上加不用讲嘞。是什么题？对对对，三号队两体的奖品是慈航差哦，有满意而回答吗？爱爱爱，答案是佛光山草吗？请问记得都该做什么？一打嘴鼓，二吞两个，三掉脑眼。来来来，接下来这一题的奖品是脚踏车哦，有没有人要回答呢？他说我，答案呢是佛光山，对不对？请问他们在做什么？第一个呢是在聊天，第二个是在猜谜语，第三个呢是凑热闹。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在猜，所以呢我们答案就是吞两个猜谜语。四十五题。因为我是一串盘，千千万万有好听。算的不是下戏，而你是转不下长得学。请问两团对话是对哪位讲解？一串汤，二共人，三插毒。要吃一餐饭一顿饭，怎么会全部都找不到位置好停呢？算了吧，不用再继续走下去了，我们呢还是开回家去吃，家里吃好了。请问这段对话呢是在哪边说的？第一个选项是餐厅，第二个公园，第三个车子里面。那么他为了要吃一顿饭呢都找不到停车位，那么当然呢他的对话是在岔路上车子里面。四十三题。我将馒头热下了停停，你怎么该按压？马人嫌你打白球安用枪门射摩耶压射来耶马该事情。是馒头热白，二接霜馒头，三特摆摩托。我才慢到一点点而已，你怎么这么生气呢？谁叫你每一次都这个样子？
请问女孩子是气男孩子什么事情呢？第一个是慢到一次，第二个是常常慢到，第三个是每一次都没有到。他的答案会是什么呢？那他每一次都这样，打白求安哟，就是每一次都这样，所以他的答案是脚双满斗二，常常慢到。是是不是梯？阿咪，我肚是痛痛，你会出来吗？未强的，我错假一下就好。强门，阿咪得该做乜个？一洗牙齿，二便所，三卧室。阿明，我肚子很痛，你要出来了没？快好了啦，我再坐一下下就好了。请问阿明在那里做什么呢？第一个选项洗牙齿，第二个选项在那边打扫，第三个呢是在那边屙便。这个肚子痛痛，好，门去会出来吗？给我买好嘞哦。那当然是在那里做什么呢？呕屎啦哈。好，四十五题。好，你来躺躺看。妈，我老相片传给阿婆看好吗？好啊，明路爱记得看哦。请问谁来的黑绒马改穿相片？一六张机，二手机，三天发。妈，我把相片传给奶奶看好不好？她说好啊，可是记得哦，网路要开哦。请问男孩子是用什么东西来传相片的？选项一录影机，二手机，三电话。那因为呢他要开网路，所以他所以使用的是手机。四十六题。来哟来哟，批报我一张一千个元。哈，路边摊的东西还能按多钱哦？请问那么因迟到了，批报我该驾驶两班。一便宜，二太贵，三堵河。来哟来哟，皮包一个一千块就好了。哈，路边摊的东西还要这么多钱哦。请问男生呢，他觉得这个皮包的价钱怎么样？第一个便宜，第二个太贵了，第三个刚刚好。就给东西按贵，所以呢给答案是太贵了。你有错吗？四十七级。好，妈，我温度怕到强强嘞。很不哟，全部打松东西。请问记得你下底该做嘛该？一是盘，二变数，三写文。妈，我把碗里面的饭哦吃光光了。哦，这么厉害啊，完全都没有浪费东西哦。好，好，请问记得你下底该做嘛该呢？在那里做什么？第一个洗盘吃饭，第二个扫扫是打扫，第三个洗碗洗碗。因为他把碗里面的东西都吃光光了，因此呢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？洗盘一，洗食八梯。娘，凤菜忙来，该乱就按贵呢。日下冷，日下热，该有啥唔上乱？请问该乱做乜该无事噶？一天气唔好，二凤菜来嘞，三
盖有肉片。为什么台风凤菜呢？就是台风还没有来，鸡蛋呢就这么贵呢？一下子冷，一下子热，鸡呢就不生蛋了。请问呢，鸡蛋为什么会涨价？一是天气不好，二是台风来了，三是鸡有毛病。一个风菜没了呀，那当然就是什么天时越好浪越好，也就会天时不好了。你错没？